所有邪灵的势力都要离开，观音的邪灵要走，不可以再留在这里。观音的邪灵，我是正义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我是公义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所有邪灵要走，观音的邪灵要走，我成惯，人人都跪拜我，关公的邪灵要走，奉耶稣名，关公的邪灵要走，关公的邪灵要走。我虽然姓关，但是我不会被你在我里面影响。关公的邪灵神会大大使用我的，你快点走，你是假公义。耶稣，耶稣是得胜的，心里心说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完全没需要担心。耶稣的圣名，自杀的邪灵出来，自杀的邪灵离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没有计划，神有奇妙计划。哦，耶稣，耶稣的圣名，死亡的灵要走，死亡的灵要离开，死亡的灵要离开，自杀的邪灵要走，不可以再留在这里。自殺的邪靈不可以再留在這裡，自殺的邪靈不可以再留在這裡，哈利路亞，自殺的邪靈不可以再留在這裡，哈利路亞，有耶穌真好啊，耶穌賜給我們生命，所有自殺的邪靈都要離開，不可以再留在這裡，耶穌是得勝的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耶穌是得勝的，耶穌是得勝。警察跪拜我，黑社会跪拜我，我几劲。耶稣嘅名，观音嘅邪灵走，唔可以透过讲说话。关公啊，耶稣。关公，关公，唔可以透过讲说话。奉耶稣嘅名，关公嘅邪灵唔可以再出声。关。耶稣名，吹佢出嚟。耶稣名，关公嘅邪灵唔可以再透过讲说话。关公嘅邪灵唔可以再讲说话。你冇权柄，你嘅结局系永远喺硫磺嘅火里面。嘅結局係永遠喺流亡嘅火湖，關公嘅邪靈一定要走，關公嘅邪靈一定要走，唔可以再留。關公嘅邪靈要走，關公嘅邪靈要走，唔可以再留喺度。有信心，佢一定要走嘅。係啊，我哋有耶穌係完全釋放，耶穌嘅寶血遮蓋我哋，洗淨我哋一切嘅罪，救我哋脱離一切捆鎖。所有觀音嘅邪靈要走，奉耶穌嘅名，觀音嘅邪靈唔可以再留喺度。观音的邪灵不可以留在这里，走了，牧师，关公的邪灵要离开，关公的邪灵要离开，走了，家族的咒诅离开，走了，家族拜偶像带来的邪灵要出来，在家族里面拜偶像，龙啊，牧师，蛤，龙啊，龙的权势，龙的权势，龙的权势离开，耶稣的名，龙的权势离开，龙的权势离开，奉耶稣的名。龙的权势离开，龙的权势。我奉耶稣命，你要走，龙的权势，你即刻同我离开我，离开我。耶稣命，有信心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龙的权势离开晒，龙的权势离开晒，哈利路亚，古蛇龙一切权势离开，魔鬼撒旦要出嚟。魔鬼撒旦要离开，魔鬼撒旦要出嚟，吹佢出嚟，有信心，佢一定要走嘅。你里面你喺里面，你里面咧，你喺里面拒绝佢，唔俾佢讲嘢。你拒绝喺里面拒绝佢，拒绝佢，唔好俾佢透过你讲说话。奉耶稣嘅名，龙嘅邪灵要走，撒旦嘅邪灵要走。撒旦的邪灵要走，魔鬼的邪灵要走，魔鬼的邪灵你不可以再留在这里。耶稣是得胜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掌权的，哈利路亚。龙的权势，奉耶稣的名，这些邪灵要走，蛇的权势，古蛇的邪灵要走，龙的邪灵要走，古蛇的邪灵要走，奉耶稣的名，你有权钱的。有權踐踏蛇的蝎子，奉耶穌的名，我不俾佢，佢冇權留喺度嘅。奉耶穌的名要走，有信心，有信心，相信神的德性，相信神的德性，相信耶穌的德性，佢一定要走嘅。奉耶穌的名一定要走嘅，奉耶穌的名一定要走嘅。
奉耶稣嘅名，佢一定要走嘅。奉耶稣嘅名，佢一定要走嘅。好辛苦，龙嘅权势，耶稣你放过我，好辛苦。你吹佢出嚟，吹佢出嚟，龙嘅权势一定要离开，龙嘅势力要离开，魔鬼嘅势力要离开，魔鬼嘅灵要走，魔鬼嘅灵要走。耶稣我走，奉耶稣嘅名，我要佢走，要佢走，奉耶稣名，你叫佢走，里面。唔好俾佢讲说话，奉耶稣嘅名要走，龙嘅权势要走，蛇嘅权势你要走，撒旦嘅权势你要走，魔鬼唔可以再留喺度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得胜嘅，耶稣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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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胜，耶稣系掌王权嘅。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耶稣是得胜的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的名，魔鬼的权势不可以再留在这里，龙的权势要走，龙的权势要走，忧愁叹息尽都逃避，我看到有隻狐狸趴住我膊头啊！喺呢个邪灵要离开啊！呢个邪灵要走，奉耶稣嘅命，奉耶稣命，狐狸嘅邪灵要走，狐狸嘅邪灵要走，奸狡虚假，奸狡狡猾虚假嘅灵要离开我。释放佢嘅灵，哦，耶稣要离开，耶稣嘅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虚假嘅灵要离开，虚假嘅邪灵要出嚟，奉耶稣名，虚假嘅灵要离开我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自大嘅灵，哈利路亚，骄傲嘅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离开我，自大、骄傲、骄傲嘅邪灵要出嚟。骄傲的邪灵要离开。我见到我，哈利路亚，我见到我喺嚿冰入边，嚿冰封住我。哈利路亚，有蒙蔽嘅灵要走，蒙蔽嘅灵，蒙蔽嘅灵要走，奉耶稣嘅名，蒙蔽嘅灵要离开。蒙蔽的灵要离开，蒙蔽的灵要离开。哎，奉耶稣名，蒙蔽的灵离开我，蒙蔽的灵离开。释迦牟尼佛啊，好多只手嗰只叫咩？唔系，释迦牟尼，好多只手嗰个邪灵要走，都好似系千手观音。千手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走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离开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走。吹佢出嚟，千手觀音嘅邪要出嚟。哈利路亞，千手觀音嘅邪要出嚟，千手觀音嘅邪要出嚟，唔可以再留喺度。千手觀音嘅邪要出嚟，奉耶穌嘅名，千手觀音嘅邪要出嚟。所有出嚟，奉耶稣命，你即刻就话走。奉耶稣基督嘅名，千手观音嘅邪灵要离开，即刻要走。千手观音嘅邪灵出嚟。哈利路亚，耶稣你放过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。千手观音嘅邪灵要离开。奉耶稣命，一定要走。哈利路亚，一定要走。奉耶稣基督嘅名，你唔可以影响我，你一定要走。哈利路亚，一定要走。耶稣系得胜啊！我整个人都是属耶稣的，你无权无势在我里面，你即刻跟我走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多谢耶稣。神释放佢，千手观音的邪灵，千手观音的邪灵要走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感谢天父。多谢佛，多谢佛，多谢佛。OK。系嗰啲啲佛啦吓，总之嗰啲。我見到嗰啲好大個肚腩光頭嗰個咧。OK， 好，耶穌。
拖洗佛的邪要走，拖洗佛的邪要离开。哈利路亚，我奉耶稣命你要离开我。奉耶稣的命，拖洗佛的邪要走，唔可以影响我。奉耶稣的圣名，拖洗佛的邪要出嚟。奉耶稣的圣名，拖洗佛的邪要离开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释迦牟尼的邪灵要走，释迦牟尼的邪灵要离开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释迦牟尼的邪灵要走。哈利路亚。好细个时候咧，俾嗰啲和尚去按手喺个头度。奉耶稣的名，呢啲和尚按手，但你嘅邪灵要走。系啊，奉耶稣嘅名，我释迦牟尼。呢啲佢系释迦牟尼。和尚按手，但你嘅邪灵要走。奉耶稣嘅圣名。啲和尚按手，但你嘅邪灵要离开，奉耶稣嘅圣名。里面咧就系有个声音想讲嘢啦，咁但系我自己系分得出唔系自己嘅声音嚟嘅，唔系我想讲嘅，系里面嘅邪灵想讲嘢啦。咁佢讲，咁佢因为佢感受到佢系。他們要走的了，其實他們走這一刻其實是辛苦咯，即是我尖叫，其實我感受他們辛苦咯，因為聖靈的臨在嘛，那他們是無地自容，他們是要走的，那 我尖叫呢，其實 是知道他們叫咯，因為他們不想，即是他們即是叫做垂死的尖叫咯，那他們 不走不行，即是所以他們會尖叫咯，跟住神好又啟示我自己有啲乜嘢嘅偶像影響住我自己咯。咁呢啲我自己都冇拜，除咗觀音可能有插過香啦，即係其實大部分我都冇真正去插過香拜過佢哋嘅，即係喺家族性嘅嘢咯。好明顯就係唔係我自己。嘅生命裏面有信呢啲嘅偶像，我冇信嘅。咁都好感恩啦，因為佢哋嗌完之後咧，其實佢哋係神俾我見到佢喺我面前咯，即係好似離開咗我，喺我面前出現，跟住就隱約我隱約就見到耶穌喺佢哋面前，佢哋就消失咗啦。即係其實佢哋都。不可以再留下在這裡了，即是這個空間裡面。跟住就其實喊的時候呢，其實我自己不辛苦的，其實即是不是死力去喊的，即是我自己不辛苦的，咳嗽有少少，喉嚨有少少不舒服，但是都知道是邪靈他們即釋放他們的時候的反應來的，即係佢哋要走啦，唔走唔得啦咁。咁裡面嘅聲音有時想講咧，即係其實可以控制嘅，但係未講之先咧，其實個腦已經掙扎咗一段時間，係好想講呢堆嘢噶啦。即係譬如哎呀，我想死，死咗咪好咯，去天堂啊，幾好咁樣。唔使喺地上受苦啊咁，即係有呢啲。這些的聲音聽到咯，是掙扎了一段時間才出來的那樣東西，就是說才講出來的，其實我自己在裡面有掙扎的，就是那個過程心裡面有掙扎，因為知道不是 我的意思來的，是啦，那就都看到一些過往，譬如自殺的，看到一些過往自殺的那個圖畫啦，走了出來啦，那就知道一個自殺咁樣，一路禱告嘅時候，一路聖靈都啟示我有啲咩影響住我自己，或者以前做嗰啲咩咯。譬如頭先講和尚，突然間睇到有個好多年，可能十一二歲嘅啦。我姑媽信佛噶嘛，咁就帶咗我去嗰啲佛堂嗰啲，咁個和尚又話祝福我，唔知咩咁，唔知按一按個頭，其實唔係好印象好深嘅。咁但係頭先。又有呢幅圖畫咯，所以我又講出嚟，即係講俾葉牧師聽，等葉牧師去幫助我一齊去釋放呢樣嘢咯。同埋係係咯，因為嗰陣時都蒙蔽無知啦，求耶穌赦免啦，我都
不知道和尚是究竟是什麼來的，那就隨意給他、即按個頭，按個頭好像是、但是、很好的，因為邪靈走了，那聖靈又會告訴我他走了這樣、所以我知道，所以我又會叫牧師得了走了即是 OK 了，這樣即是、聖靈會告訴我，然後其實就很感受兩種勢力在我裡面、打仗、爭，即是、兩個勢力在對壘，有個過程在對壘、當然我相信耶穌是得勝的，我裡面不斷都是想著耶穌、即是跟著葉牧師、帶領是耶穌是得勝的，是不是、耶穌是、即是他們不可以留在我裡面、我深信的，所以他們對壘的時候我就自己掙扎緊啦，咁所以我都心裏面我都係選擇我冇懼怕嘅，其實裏面冇驚。雖然我知道係佢哋喺度，但係我唔驚嘅，因為神嘅平安喺我裏面咯。因為其實就係兩個勢力喺裏面打緊仗咁咯，但係我清晰自己係屬邊一邊咯。所以我成個過程係我讓聖靈自由嘅運作。我就不用自己的頭腦去想為什麼會有這個邪靈，或者為什麼 有這件事，為什麼我就沒有這些為什麼的，總之就是自由地讓聖靈 去做，因為我相信耶穌是得勝的、我相信耶穌今天他、釋放我，是他很想釋放我，還有因著他很愛我。其实现在你的人觉得怎样、很轻啊好像很 很多垃圾走了出来了，心呢之前未做之前呢好像很压住、享受神都好像享受不到，很压咯，觉得心很压，人很重，现在心就很轻，人又很轻，好像减了肥咯，轻了这样咯，然后就笑得出咯，其实刚才就笑不出咯，感謝耶穌，現在就很開心，感謝耶穌，感謝。